Hello， 朋友们好，我现在在佛祖释迦摩尼的诞生地兰比尼，后面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释迦摩尼诞生的那个菩提树所在的位置，它是一个庙，也是一个公园，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参观一下。我来兰比尼之前，特意把这个头剃光了，但是我现在觉得剃光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真的太热了，兰比尼现在这边温度。白天得有个38-39度，真的是太热了。我们到了一个大门这个地方了，然后这里有一团火啊，这个是不灭的一个火，86年点的，好像是什么爱与和平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这个火，86年就开始燃烧了。往前走就是这么一个广场，那里有一个金色的雕像，走，我们去看一下。这应该是释迦牟尼小时候的一个，就是以还原的一个样子的一个雕像。这个是 Visit Lumpini Year 2012，这是不是2012年才开始建造的这个雕像？应该是吧。佛祖释迦牟尼呢，就是本名乔达摩悉达多嘛。然后释迦摩尼就是释迦是他的种族的名字，然后摩尼是圣人的意思，就是释迦族的圣人。然后我们一般称的如来佛祖也是释迦摩尼，所以说如来佛祖就是到底来没来，如来。狗子在这里躺着。这边的话是兰比尼的一个牌子啊，我们在拍这个唱跳视频。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还有喷泉，是一个环形的一个湖吧，应该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啊，前面的话好像就是那个庙了，还有那个菩提树所在的位置。这会儿起风了，挺凉快的，有可能会下雨吧，我看着后边这个天气不太好，有可能会下雨，不过下就下吧，也凉快一些。哎呀，这真的是太热了，就和蒸笼一样，38-39度，现在的话可能还有35度左右的样子。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铁皮的房子，这边就是卖票的 ，ticket， 是吧？什么 counter？ 然后我刚刚买了张票，他这个票还蛮离谱的，本国人20卢比，然后就1块钱嘛。像我们外国人的话要600卢比，是30块钱，但是差的有点多。不过也没有办法，人家确实是明码标价的，就是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啊，就只能是这样了。这个就是票的样子。哇，这块云彩真漂亮，就只有光把那一块云彩照亮了。进这个寺庙要脱鞋，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放鞋的地方，我们去脱一下鞋。这座白色的房子就是佛祖的母亲玛雅戴维的这个庙好像中文翻译过来叫摩耶夫人吧。这个是他的庙，我们进去看一下，但是估计里边是应该不让拍照或者录像的，然后我先进去看一下吧。寺庙呢果然是不让拍照和录像的，但是这里边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印有释迦牟尼脚印的一块石头，这里标志着当年佛祖诞生的确切位置，就是定位石。除了定位石呢，还有一个类似于石雕式的一个图案，就是摩耶夫人的一个样子，上面记载了当时摩耶夫人生下释迦牟尼的一个场景。在摩耶夫人庙的东侧和东南侧呢，有一片这些红砖的遗迹，都是一些砖砌的佛塔还有庙宇的一些废墟。然后这些废墟呢，大多都是20世纪后以后挖掘出来的，然后各种各样的都有，主要都是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一些建筑物，这些都是这里香火非常旺盛的一个证明吧。唐僧玄奘之前也来过这里。在这座寺庙的公园里呢，有很多的菩提树，大部分也都挂着经幡。其中最著名的一棵菩提树呢，就是这一棵。相传这棵菩提树啊，是佛祖悟道的那棵菩提树的一个直系的后代。和在菩提树下打坐的那个僧人聊了会儿天，然后他给了我这么3根香，然后让我绕着这个菩提树转了3圈，又上了香，然后又给我打了一个这种什么结，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在摩耶夫人庙的南侧呢，有这么一个水池，相传呢，就是摩耶夫人在生育佛祖之前，就是她洗澡的这么一个水池，也有说是佛祖落地后采出莲花的一个地方。其实我来的还是稍稍的晚了一会儿，因为白天实在是太热了，大家如果说要来的话，准备个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天黑之前，但是天黑了，大家能看到这种点灯祈福的画面。那最后呢，就是这根柱子了。这根柱子呢，是叫阿育王石柱。它最大的意义呢，其实是柱子上的一些文字，上面清晰地记载了佛祖是在这个地方诞生的，什么时间诞生的，就说明佛陀是历史上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